咁今日咧係會講解我哋應該點樣去協助我哋已經逝世嘅親友咧。嗱，咁我哋而家先講，如果嗰啲即將面對死亡嘅親友，我哋應該要點幫佢先？嗱，佢咧可能嗰個醫生會話俾你聽咧，啊，你個親人咧可能都呢幾日㗎啦，咁樣，即係話佢就嚟過身啦。咁喺啲咁危急嘅時間，我可唔可以已經預先準備定幫佢咧？其實係需要嘅，你唔可以就咁話等佢真係過咗身先幫佢，因為而家我哋教你用嘅呢個方法咧。如果你是用得好，而他的寿命还可以有个福报就即刻延长到的话呢，他会因为你这样加了一些保护和福报给他，他会延长了的。所以呢，就算个医生说你还有话给你听啊，你的亲人还有几日呢，那你都其实应该已经先帮他做，看可不可以延长到。就算延长不到呢，我们都仍然是可以帮他做一些保护。所以我哋首先要做嘅就係要提供保護。點解我哋要提供保護呢？嘅原因呢，係因為佢點解會病啊？佢點解要就嚟走呢？係因為佢嘅怨親債主已經追到上門。如果你根據呢一個地藏菩薩本願經講呢，佢係直頭話，當每一個人就嚟走嘅時候咧，哇！你有成堆，起碼過百，又或者甚至過千嘅怨親債主，其實已經係追到上門。嗱，你嘅怨親債主可能係都唔知幾多百萬計嘅，但係能夠連到線追到上門嘅咧，雖然係少數，但係咧，如果對我哋嚟講，尤其亡者嚟講，都係好多嘅。咁好啦，如果有咁多嘅怨親債主嚟到去追上門，咁即係話佢喺度等候緊。點樣去捉你啊、報仇啊，或者折磨你嘅？咁亦都係因為咁咧，你就會病啊，會好痛苦啊，甚至咧喺一走嘅時候，佢就去捉你噶啦。咁通常啲人就會話佢哋會聚喺邊度咧？通常係聚喺你嘅嗰個張牀嘅牀尾嗰度，佢哋就會聚曬喺嗰度。咁就係咁樣咧，企喺度等你，然後就希望捉你嘅。咁所以我哋咧一定要想辦法喺呢個時間盡快幫你嘅親人，咁就要提供保護。咁有乜嘢嘅保護係既可以幫到佢，又幫佢增加到福德，又保護到佢，咁甚至有機會係延長佢嘅壽命咧？就算佢真係走，都唔會俾啲怨親債主捉到咧。這個保護最好就係同佢先。冚上呢一個叫文武百尊陀羅尼經被，嗱陀羅尼嘅意思咧，即係咒咁解。文武百尊咧就係話，無論佢個樣係好直正、好安詳、好慈祥嘅樣，抑或冇咧就即係話好惡咁解。個樣好惡，點解要好惡啊？因為咧嗰啲怨親債主其實都好惡噶，佢哋嚟自唔同嘅界別噶，有啲可能係魔界嚟嘅，個樣好惡好惡嘅。咁我哋作為佛菩薩，冇理由走去隨便去打佢哋噶，係咪？我哋都係要慈悲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就點咧？就會有一個嗰啲嘅本尊嗰啲樣咧，仲惡過呢一啲咁嘅嗰啲嚟自唔同界別嘅嗰啲怨親債主。等佢哋見到嘅時候咧，哇，都唔使打交就見到已經走啦，驚到走咗。咁於是我哋咪唔需要。同呢一啲嘅怨親債主有所爭執或者驅趕佢，佢已經走咗，咪保護到你咯。所以文武百尊嘅意思即係話，慈祥嘅嗰啲本尊嘅樣顯現出嚟，係為咗可以帶領你去一啲好嘅安全嘅地方，等你積夠福報啦，揀到你應該要投生嘅地方，都認為係最好噶啦。點樣為之叫最好啊？咁當然係根據你嘅業力。你的組合，你的善惡二業的組合裏面，你的善業有多少，那有多少可以運用到出來，可以幫你去到有什麼地方可以給你揀到呢？以你這樣的資源，你可以有什麼的是可以給你揀到，然後就由你自己決定去揀到最好的地方。如果你不懂揀，就會由帶領你的這個很慈祥的那個的佛菩薩來幫你做一個決定，咁咪帶你去最好嘅地方。咁呢一個所謂最好呢，就真係要睇你生前種咗啲幾多嘅善業而決定嘅。好啦，咁而嗰個冇嘅，即係好惡嘅嗰啲武將啊，即係
個樣好惡嘅，你本身係負責幫你隔離同驅趕嗰啲追緊你糾纏唔肯放嘅怨親債主，因為佢有啲咧真係追咗你可能好多億年嚇，好多世先追到嘅，佢真係唔會咁容易走嘅。因為佢唔係咁容易揾到你嘅，因為你一路不斷喺度轉世噶嘛，佢啊自己亦都不斷轉世，佢要轉到自己咧都啊，終於有一世佢好有能力，佢先至會連到條線嚟追到你噶嘛。所以就算你咧有幾多百萬億嘅遠親債主都好啦，追到你嘅咧可能咧都係幾百啊幾千啊咁嘅啫，即係追得到上門嗰啲啊，但係嗰啲都係攞命嘅。都是 會令你受困和很辛苦的，所以我們呢用文武百專，即是說超過100個以上的，無論是磁場的抑或是很惡劣可以保護你的本專 的修法呢，和根據他們的咒語核心的咒語來請喐他們來幫你呢，是最好的。所以為什麼就要幫他蓋這張文武百專的陀羅尼經皮了？所以如果你看到我的左邊，你們的右邊，你會看到有一張皮的了，這一張就是陀羅尼經皮了。那我為何要介紹它呢？因為我們其實呢有很多的，因為已經我們都宏法宏了20年，在這個我們開始宏法之後呢，就發覺有很多人需要這些經皮幫，所以我們呢就立刻呢就怎樣去找一個最好的經皮，就不是說隨便找一個啊，就這樣寫一點點咒下去的經皮就給那些善信，而是為什麼要我們會去找這個文武百專的經皮呢？因為它呢才是最全面幫到你的，因為它不是單一的本專，不是只有一個的佛菩薩來幫你，它是上100位以上，無論是幫你去隔絕那些遠親債主又好，抑或是帶領你去投生更好的地方都好，都是最好或者最多方位的佛菩薩來幫你的。所以我們就找了這個經皮，這個經皮是怎樣得來的呢？這張經皮是我們敦珠佛學會獨有的，的緣起呢就是我們是用了文武百專的咒輪。你不要看輕這個咒輪，你會看到裡面呢有很多很多的細細的圈，那些圈是什麼來的？全部裡面都是每個佛菩薩，不同的佛菩薩他們的核心的咒輪來的。咁呢一個嘅咒輪咧，你唔亦都唔好以為佢好容易就會得到喎，因為咧好多時啊，我哋經過幾千年嘅嗰啲嘅流傳之後咧，好多嗰啲嘅經典啊或者密續裏邊咧，佢哋所寫嘅究竟每一個佛菩薩佢嘅核心咒輪係點嘅咧？有啲其實好多係失散咗，或者係散落喺唔同嘅經典裏邊嘅，根本你就冇辦法齊集到100個甚至上100個多過100個的那些的佛菩薩的咒輪的。那後來怎樣得回來的呢？就全靠呢一個我們紅教的法王敦珠法王二世，那他是我們的根本上師之一，那他為了要幫一些眾生，他就用了很多年的時間，起碼都有超過10年的時間呢，就搜集所有的經典密續，每一個來到去細敲這個究竟他那個每個菩薩他那個咒輪是怎樣的。他甚至也都通過他自己的修行來去驗證過這些咒輪是對的了，這個振頻這個核心呢是對的了，是屬於這個佛菩薩的了。於是他就才可以做了這個彈性圖出來，這個這樣的咒輪就是等於一個咒輪的彈性圖了，就齊集了所有的這個可以幫到我們眾生，而且是一定覆蓋到360度全部方位的佛菩薩的咒輪都放下去，而且是經過驗證的。那好了，但是怎樣才可以將它變成一張經皮呢？那還要加很多東西下去的。那於是呢，而且上司同學呢就將它設計成現在這個經皮，就加了很多東西在這裡。那我們加了之後呢，就走去拎住佢請呢個下集法王，亦都係我哋三位嘅根本上師之一，即係當時紅教最頂尖嘅一個法王啦。咁佢咧就係以修呢一個大圓滿咧見稱嘅，個個都推崇佢噶啦。喺藏傳佛教咧係被推崇係最好嘅一個大圓滿嘅一個導師之一嚟嘅。咁佢咧就幫我哋去鑑證呢張皮啦。
咁佢睇過曬，認為都係啱，然之後咧就幫我哋，甚至開咗光，然後咧就叫我哋翻嚟咧就去製作呢一個荊皮啦。咁所以咧，你哋就會見到而家呢個荊皮。咁究竟呢一個荊皮啊，佢係點嘅咧？咁嗱，你要記住呢一個保護罩咧，唔係淨係話啊，係咪我淨係有朋友親友啊，死亡啊，我先至要著幫佢冚咧？唔係嘅，原來再生嗰啲，如果你發覺有好多障啊，譬如成日發噩夢啊、病啊，總之咧做乜嘢都好似好多障啊、好多糾纏咧，咁即係怨親債主追到上門啊，有啲咁我哋都可以冚呢張被嘅。咁我哋已經咧呢張被咧，自從啊～我哋開始宏法啦，而家已經有20年啦。咁我哋喺頭嗰兩三年嗰度設計咗呢張荊被，咁都經歷咗十幾年噶啦。呢十幾年裏面有好多嘅人都應用過嘅，咁有啲咧都會話，即係有啲好特別嘅情況啦，佢哋就會話翻俾我聽，而且為數唔少嘅，就話咧真係幫到佢哋。咁有啲係寫咗信嚟嘅，不過我都唔諗住要公開佢哋嘅信啦。咁咧就我只不過係話翻俾你聽，以我哋嘅經驗咧，呢張被咧係幫到好多人嘅。咁咧，而佢係點樣去運用嘅咧？就在生嘅時候咧，你係甚至可以咧，覺得你間屋好多嗰啲垃圾嘅靈體，如果係入到嚟嘅時候，你係可以掛起佢嘅。但唯一有一樣嘢你要留意嘅，如果你係掛起佢嘅時候咧，如果你有啲朋友嚟，而佢又唔係信佛教，而見到佢喺度亂咁噏嘢咧，就唔好啦。所以咧，通常咧就係、是。佢哋就會掛喺自己間房，冇其他人入到嚟，又需要保護佢嘅。佢屋企人亦都冇人會去無端端誹謗呢個荊皮或者佛教嘅，咁咧佢先至可以掛出嚟。佢亦都可以咧將佢入落去個皮袋度，然後喺個皮袋嗰個四個角落嗰度咧，就用啲扣針啊或者線咧扣起佢，等佢唔會即係跌攣咗啊或者剩，咁然後可以要嚟冚嘅。咁佢點樣冚法咧？咁樣？如果我哋係再生嘅人冚，梗係唔會冚過個頭嘅。如果係亡者嘅，如果佢喺大念之後，佢要火化或者入土為安嘅時候咧，佢就要冚過個頭噶啦。咁嗰個你就會見到呢張被咧，有最高嗰個位置嗰度有一個紅點嘅，嗰個紅點咧就係、是、對應你個頭嘅嗰個大約嗰個位置啦。咁你亦都會見到咧有個藏文喺度喎。呢個藏文嘅意思係乜嘢啊？喺個荊皮最上方個藏文嘅意思，即係敬禮諸佛，即係話你喺冚呢張被嘅時候，同埋想請喐呢一個文武百尊嘅咒輪，佢會起動嘅時候，你亦都係要有一個荊皮上面又要有一個禮敬諸佛嘅句語喺度嘅。咁所以呢一個就係點解我話下集法王鑑定過，認為呢張被非常之合規格嘅原因啦，因為裏面所有嘢都依足曬嘅。跟住你會見到係成支金剛柱。你知金剛柱咧係用嚟做咩嘅？鎮壓所有唔好嘅業障啊、惡業啊、怨親債主嘅追債啊，嗰啲全部都係用嗰個金剛柱鎮壓嘅。喺個金剛柱嘅中央，你會見到有一個叫做文武百尊壇成圖，咁就係呢個敦珠法王二世賜贈俾我哋嘅呢一個文武百尊咒輪啦。咁我哋就擺咗喺嗰度嘅。咁我哋印刷嘅時候咧，都發覺咧有陣時候有啲印蒙咗有剩啊，所以我哋可能印1000張咧，有一半咧係我哋係冇要到嘅。點解？因為我哋每一張都睇過佢，肯定咧佢個咒輪無缺啦。嗱，100個嘅咒輪都齊整啦，每一個都無缺啦。我哋係會驗證過睇過曬先開光，然後先俾你哋請嚟到去幫你哋嘅。下面嗰度你會見到有一個啦。下面那裡就有一個文武百尊咒的，那再下面你會見到有一個是給先人他們可以有福德之糧的一些供品的圖案在這裡，然後你見到四邊有不同的圓圈都是有不同的咒輪在裡面的，這一個荊皮所以是非常之完備要來去幫那些眾生的。咁好啦，你就會有啲人會問，咁究竟呢個荊皮嗰啲字啊，係向內向住嗰個亡者或者我哋在生嘅人冚嘅時候向內，定係向外呢？其實佢係兩樣都得嘅。向內嘅意思即係要將佢融入你自己嘅身體裏面，直接連結做一個保護。咁呢個係最密切同埋最好嘅方式。如果你係向外嘅咧，就
即係代表咧，佢係要嚟保護住你，不過俾外邊嘅人睇到，佢亦都唔敢近埋嚟啦，咁解嘅啫。咁所以我哋通常會建議你哋係嗰啲文字係向內嘅，向住身體裏邊，等佢直接融入去連結咧。咁呢一個保護力係最強嘅。咁咧好啦，咁我哋而家睇下啦，冚呢張經被，需唔需要做一啲啟動嘅祈禱，或者做一啲嘅咒語嘅念誦咧？咁其實佢係有三個步驟，但係咧我以往係冇傳出嚟嘅，因為其實就算你就咁冚，佢個功效都一樣有嘅。但係如果你係信佛嘅，你想個功效更大，咁你就最好做埋以下我哋教你嘅呢三個步驟啦。你先咧要念中嗰個三次嘅文武百尊嘅總咒作為啟請。嗱，你知啦，100個嘅佛菩薩嘅咒。咁你點念得足100個佛菩薩嘅咒啫？咁所以佢哋原來有一個總咒嘅，係總攝呢100個佛菩薩嘅咒嘅。咁即係話咧，任何一個佛菩薩聽到呢一個咒語，即係代表即係你係而家想啟請佢嘅協助咁解。即係呢一個振頻，佢哋都一樣會接收到嘅。咁所以係大家佢哋100個佛菩薩都供應。同埋接受呢一隻個振頻係代表迎請佢哋嘅，所以你就要念呢個文武百尊總咒。咁一陣間咧，我哋喺正式傳嗰個文武百尊嘅供燈儀軌俾你嘅時候，會傳呢條咒俾你嘅。點解我哋今日要傳個文武百尊嘅供燈儀軌俾你咧？你知唔知道所有嘅佛經都係咁講嘅？供燈嘅功德就會產生光明，佢個功德係大得好緊要嘅。你知唔知我哋如果要去天界最好嘅地方，全部都係由光明構造。咁我哋如果自己嗰個嘅光明不足，我嗰個善惡二業組合嘅善業又唔係好夠咧，我哋其實去唔到天界。咁我哋點樣可以補足到佢夠呢？就要收呢個文武百尊嘅供燈儀軌，因為呢個供燈儀軌咧分好多種嘅，有啲咧就分就係供俾一個佛菩薩嘅啫。或者咧，你淨係觀想嗰個佛菩薩嘅時候，就淨係收呢個儀軌嚟供養佢啦咁樣。但係呢一個儀軌咧，係擺咗文武百尊嘅禮讚喺裏邊，佢專係為咗要向文武百尊供燈而設嘅一個儀軌。所以呢一個儀軌咧，亦都係我哋敦珠佛會獨有嘅。咁就今日係會傳俾你哋。咁呢一個傳俾你哋咧，我哋係唔會俾個儀軌你拎走嘅。點解？因為你哋仲未正式歸依咧，所以你哋唔可以攞個儀軌。因為咧，你知唔知喺密宗裏邊點解保密係咁重要咧？因為你嘅怨親債主喺靈界裏邊係遍佈曬嘅，佢哋有啲係有嗰個叫做他心通，佢係知道你諗乜，佢亦都喺側邊咧係睇住你喺度做乜嘅。我哋要救助自己嘅方法，一定係要保密，唔俾佢知咁多。佢唔知道我哋嘅逃走路徑嘅時候，佢咪冇咁容易捉到我哋咯。所以我哋係唔會俾個儀軌你，就係、是、防止佢哋知道曬哦。乜原來你向文武百尊求助啊？你向佢供功德啊？咁不如等我嚟到去，即係點樣呃到你？話當係俾我，但係其實你就冇俾到供養到俾文武百尊咧。咁佢哋會有好多方式變幻一啲樣出嚟呃你啊。咁所以為咗你哋要保險你咧，就所以我哋唔會俾個儀軌你。但係我哋喺會現場嗰度點解傳呢個儀軌呢？因為呢個儀軌裏邊有一個好重要嘅觀想喺裏邊。嗰、那個觀想咧就可以由個上司嘅力咧帶領你哋做觀想，然後幫你哋親自做一個連結，連結呢個文武百尊。咁你又既可以供養佢哋，正積咗功德，請得喐佢哋，又可以連結佢哋接受呢個保護罩嘅保護咯。咁所以咧就只可以喺現場，甚至直播都唔可以嘅。呢個因為跟翻個規矩做，因為咧啲祖師規定㗎，你如果一直播，好多人。咁你咪即係公開俾曬所有嗰啲你啲遠親債主，再遠啲嘅都可以睇到，咁係唔得噶嘛？咪俾佢知道曬你嗰啲幫自己嘅逃走路徑，所以我哋亦都唔會係直播。直播只不過係去到嗰個儀軌裏邊嘅禮讚，你點樣去讚頌文武百尊嗰度為止嘅啫。之後裏邊嗰啲觀想咧，係一定唔可以做直播嘅。咁所以咧。我哋一陣間都會教你哋同埋帶領你哋做呢個觀想。咁當然呢個觀想你能夠記到幾多得幾多，因為我哋幫你做咗連結啦嘛。你就算唔記得，都個連結喺度噶。唯一就係話，如果你犯戒，
嗱，譬如你殺生啦，嗱，你知唔知所有戒律裏邊殺生係最嚴重噶？譬如咧，你咧就去食海鮮，嗰啲海鮮如果係自己自然死亡嘅，你係可以食嘅。但係如果你指住條喺度游緊水嘅魚，然後話你幫我劏咗佢啦，話咁呢個仇口就好深啦。就佢真係會記住你嘅，你又唔好以為佢蝦佢畜生嘅腦部金齒頓，佢邊認得我啫？你食完佢之後就會有個連線喺度，佢脫離嗰個畜生身之後，佢出翻嚟靈界咧，佢就會恢復翻佢嗰種覺知嘅能力。佢會知道邊個係佢仇人，佢就唔會話因為我係魚啫嘛，死咗冇乜所謂啦，唔會咁諗嘅。佢就係覺得你係害死佢嘅，佢就會追債噶啦。咁為咗要唔好犯呢啲戒，因為你犯咗咧，你就會點啊？你嗰個保護罩就會破咗嘅，破咗嘅，咁就唔好嘅。咁所以咧，我哋幫你連結咗，咁你話哎呀，我又唔小心喎，我喺呢一年裏面破咗咯喎。你知道我哋一年都會有兩次做呢一個嘅儀軌嘅，我哋一次係清明，一次係盂蘭，咁你可以再嚟翻幫你再重新連結過，再重新，因為呢個儀軌裏面有一個懺罪嘅，幫你懺罪清咗啲障礙，然後再連結過，我哋係可以咁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一陣間會傳俾你噶啦，呢個文武百尊種咒，你就要啟動呢一個經皮嘅時候，譬如你自己冚幫親友冚嘅時候，你咧就要念三次呢一個文武百尊嘅種咒。咁呢個種咒其實係對你哋好有幫助，隨時你有咩危難都係要念呢個種咒，因為佢就係等於呼喚一百個嘅佛菩薩嚟幫你，邊一個任何一個收到都嚟幫你，唔同嘅方位嘅都會收到嚟，如果收到都嚟幫你嘅，所以最好咧念熟佢。咁你就隨時都念到出嚟，咁你念三句做啟請，然之後你就要念中一個叫啟動文武百尊經皮加持祈禱文，嚟到祈請呢個文武百尊嘅保護嘅。好，我哋而家就請而起泰然金剛上師傳一次俾你哋，佢讀一句，你哋跟住一句，就等於傳咗俾你哋噶啦。你望住熒幕就會見到呢一個祈禱文，咁你會話：哎呀，呢個祈禱文可唔可以俾我拎翻屋企？係可以嘅。咁一陣間咧，我哋完咗個法會，咪會有一個飲嗰個嘅除障嘅甘露水嘅。你出嚟嘅時候，我哋會每人派一張俾你拎翻屋企嘅。好，而家我哋請儀起泰然金剛上師正式傳俾你哋。好，請各位法友跟住一齊念，啟動文武百尊經皮加持祈禱文。礼敬至尊无上文武百尊前，礼敬至尊无上文武百尊前，虔诚善信嗱，这个呢个你哋可以系加将来嗰个病者或者亡者嘅名嘅，即系某某嗰度啦吓。如果你系帮自己冚嘅，譬如有啲你唔系病者，亦都唔系亡者，不过咧你成日发噩梦啊，好多干扰啊，你觉得啲障好重咧？你在这里就可以念自己的名字了。好，那我继续。虔诚善信遭逢劫难，虔诚善信遭逢劫难，乞求无尽慈悲文武百尊众，乞求无尽慈悲文武百尊众，赐予保护助离种种危险道，赐予保护助离我等亲友发愿广种大善业，我等亲友发愿广种大善业，功德尽皆回向善信某某，功德尽皆回向善信某某，若遇功德不足，誓愿必补足，若遇功德不足，誓愿必补足，祈助某某得享平安善乐，祈助某某得享平安善乐，功德主某某，功德主某某。如果你是做这个祈祷回向给你的亲友，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名字了，这里。于此虔诚祈请，于此虔诚祈请。好，那呢之后念完这个祈祷文之后，你再要念最少七次的文武百尊总咒，正式启动个经皮的功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念三次的意思，即是
就去呼喚呢個文武百尊，我而家要向你做祈禱啦，咁所以就要念三次，念完三次呼喚，即係請迎請之後咧，我哋就可以開始念祈禱文。念完祈禱文咧之後，我哋就再念七字，以示個誠意啦，就請佢正式啟動。咁你會話啦，如果我以前都有請過呢個經皮，我冇做到呢個啟動喎，咁有冇效嘅？佢一樣係有效。但是點解做咗呢個祈禱文個功效會大啲咧？你如果留意呢個祈禱文，你咪會發現你咪喺度做咗一個法願。你話你法願會廣種大善業嘅呢一個法願咧，係一種叫願力。喺我哋宇宙中有四種力係最不可思議，係你諗都諗唔到佢個力量係咁大嘅，就叫做不可思議，係諗唔到嘅。其中一個咧就叫做願力不可思議，就係你發嘅願嘅嗰個力原來好大嘅。你而家發個願係一個廣種大善業嘅願啊嘛，諸佛菩薩聽到咧係會好感動嘅，佢會幫你嘅，佢會想辦法幫你種呢啲善業，亦都幫你而家去渡過啲危難。既然你係幫你嘅親友或者幫你自己去發呢個願，佢亦都會感動於你嘅發願嘅一樣，咁佢咪會令到你嗰個嘅經皮嘅功效更加大，如你所願，等你更加咧係需要去還呢啲嘅。原力啦，咁你咪即係種多啲善業，幫多啲眾生咯。呢啲係諸佛菩薩最喜歡見到嘅。咁你下面嗰度仲有個誓願喎，除咗法願，你話你如果你嘅親友或者你本人功德不足嘅時候，你誓願會一定補足喎。咁呢一個嘅誓願咧，就令到啲諸佛菩薩可以安心咁，就同你嗰啲怨親債主講啦。喂，佢而家唔夠啫。我都繼續要幫佢，因為佢發咗個誓願話，第日唔夠嗰啲會補翻足，你咪幫俾個機會呢一個眾生咯。佢等佢可以第日積聚更多嘅善業，就還俾你，好過你而家追債。你害咗佢，咪只會種多啲惡業，又還唔到嗰啲債，只係蝕你心頭之憤。咁又何必呢？咁即係話呢一個誓願點解都咁重要呢？就係俾諸佛菩薩可以用嚟做理據，嚟到同你。要幫的人或者你自己的怨親債主來到去講道理的，所以這個的祈禱文裡面有兩種力發在這裡，就不是只有一種力的，也當然我們都會禮敬文武百尊先，所以這個的祈禱文是可以增加那個祈禱的那個經皮，就令到它的力量大多很多倍的，是超過你的想像，因為願力不可思議，而且你亦都有一個誓願在裏面。還有就是你亦都講明你想求什麼，那個目標非常清晰，啲諸佛菩薩知道你想要求什麼。所以這個祈禱文你不要看它得八句那麼簡單，但它已經可以呢補足你所 要做的事了。好了，你說如果我已經病重，那隨時個亡者都會死亡的了，咁咧，我哋咧，如果系咁嘅時候咧，我哋除咗個頭部之外，我哋全身其實都要冚住呢個經皮，冚到幾時？直至到佢死亡之後，我哋都唔好將呢張經皮離開啊！點解？因為呢張經皮冚咗上去，我哋又啟動咗之後咧，文武百尊係會同佢連咗線，佢即係已經係受保護，即係有個保護罩罩住佢咁解。好啦，咁我哋如果驚整污糟啦，我哋咪用個皮袋袋住佢。然後連住四個角落，等嗰個經皮唔好喐到，咁咪可以冚落去咯。好啦，咁你話如果個亡者，如果佢死亡之後，佢要進行清潔嘅喎，咁喺清潔嘅時候咁點啊？咁我哋咧都盡量將個經皮咧唔好整塊拎開佢，而係點都將個經皮有一部分接觸到呢個亡者嘅身體，即係代表個連結未斷。咁我哋通常做清潔嘅時候咧，我哋係會做少少祈禱嘅，就啊，請文武百尊你原諒，而家因為要做清潔，咁咧，但係請你繼續仍然保護我想你保護嘅人或者眾生，咁你講佢個名字出嚟啦，係咪？咁就算你係為你嘅愛犬或者為你嘅所有愛嘅寵物嚟到做呢樣嘢，你都係要為嗰個愛犬改咗個名字先嘅，個名字記住要係人嘅名字，唔可以小狗、小貓咁，唔可以有畜生道嘅名嘅，一定要係一啲最好係人道以上嘅名，甚至最好係啲同佛法有關嘅名，例如叫佢做慈悲啊，或者又叫佢做
法院啊咁樣諸如此類啦嚇。總之或者叫菩提啊咁樣，總之你一定係要有同佛法有關嘅名都得。咁點解咧？因為你亦都要話俾你嗰個愛犬聽，或者你嘅寵物聽，就係話嗱，以後你個名咧再唔係叫阿小貓小狗噶啦，你而家有一個新嘅名，呢個名咧係可以協助你有新嘅生，你令到你咧可以有個新生命咧，將來會更加好噶啦。你認住呢個名啦，我以後嗌呢個名等於嗌你噶啦咁樣，我唔會嗌翻你以前嗰個，因為我唔想你就要投生去嗰個再落畜生道啊，我想你脱離畜生道啊咁。你要同佢講嘅，你唔好以為你而家同佢講佢聽。不明白，他一脫了個畜生身，他就會有個覺知聽得明白，所以你們是要跟他講這番說話，然後呢你呢就盡量不要將那張被離開他的身體，但是如果那個醫院裡面的人不容許你這樣做，或者當地的情況不容許你這樣做，那你就怎樣呢？你就要用觀想的能力，你說我觀想不到，我不懂觀想，那你就用祈禱，祈禱就說請文武百尊你融入去亡者的身體做保護啦，然之後咧，你先可以將個精皮移走，然後好好保存佢。咁你話嗰個祈禱文係點念㗎？會唔會你教一教完整啲係會嘅？咁我哋有一個祈禱文就叫做祈請文武百尊融入亡者身中加持保護祈禱文。而家我哋都請儀器太行金剛上師咧傳一次俾你哋，咁一陣間都會。在喝完那個甘露水都會派給你們。好，現在亦都請各位善信跟我念這個祈禱文。祈請文武百尊融入亡者身中加持保護祈禱文。祈請文武百尊融入亡者身中加持保護祈禱文。禮敬至尊無上文武百尊前。禮敬至尊無上文武百尊前。虔誠善信某某不幸逝世。虔誠善信某某不幸逝世。呢個名咧就你要寫個係亡者嘅名噶啦。乞求無盡慈悲文武百尊眾。乞求無盡慈悲文武百尊眾。連劫融入善信某某身中。連劫融入善信某某身中。賜予無盡保護速離諸險境。引领善信某某往生善道。引领善信某某往生善道。若遇功德不足，誓愿必补足。若遇功德不足，誓愿必补足。祈助某某永享平安喜乐。祈助某某永享平安喜乐。咁咧，如果系你去帮呢个亡者嘅咧，你就写你嘅名啦。功德主某某于此。虔誠祈請，功德主某某於此虔誠祈請。好，咁咧，我哋當念完呢個祈禱文，就可以拎走呢一張經被，好好將佢包好保存。等到亡者個遺體交翻俾個家屬嚟處理之後，咁個經被要再次蓋上。嗱，咁你可能會話啦。哎呦，如果我經被整污糟咗咁點啊？咁我咪講咗俾你聽，經被要用個被袋袋住嘅。咁所以咧，應該整污糟咧就唔會好嚴重嘅。咁你話只有一種情況，係點你先至要換呢個經被咧？就係話你嗰啲咒輪，我哋咪有一個金剛柱，中間咪有一個四方形。即係個正方形的一個咒輪，那個咒輪彈性裏面咧係有100個嘅佛菩薩嘅咒輪喺邊嘅，那個核心喺曬度嘅，求其有一兩個，你發覺咧污糟到連啲字都蒙曬，都睇唔到咧咒字噶啦，嗱咁咧你個經被先至要換嘅啫，如果唔係其實你係唔使嘅，咁你係可以繼續用翻嘅。咁咧就話，咁佢黏咗少少污糟，怕唔怕嘅？唔怕嘅。咁你話我可唔可以拎佢洗咗佢嘅？我哋開咗缸嘅咯喎，你拎去洗，我唔知道你又加啲咩落去洗喎。一陣間你話污糟得滯，又加洗潔精，又漂白水，乜嘢都加落去。咁咧就會又甚至燙下佢咁樣咧，咁係會將嗰個我哋開光嘅嗰種連結咗嘅觀想力咧。是干擾到和影響到的，為了避免這件事呢就不建議你去洗了，你就唯有怎樣呢，你不要丟掉它，它雖然蒙了幾個咒輪而已，還有很多個的嘛，你可以將它同一樣放在那裡給那個亡者要來做
火化或者安入土為安的時候幫他放進去裏面伴住他的。那我們需不需要請過另外一張完好的，那就要了。如果你真的蒙即是弄到咒輪的字都看不到呢，那你就要請過另外一張，但兩張一起跟他一起火化或者入土的原因就是說我們不可以將他隨處劈的，就你現在是懷疑他污糟了的力不夠，但是他仍然是有其他的力在裡面的嘛，那我們是不可以隨處扔的，那我們就要都是多些保護和保護不周是兩樣東西嘛，我兩張一起放下去就叫多些保護咯，你隨便將一張亂地處理而損害了你的福報，那就叫保護不周咯，那就不好的，所以叫兩張都要給他的了，那就咁然之後咧，你就再重新蓋上之後，就再重新做一次我哋頭先嗰三個步驟，啟動翻呢一個荊皮嘅功效，咁就得噶啦。咁呢張荊皮咧係要連同亡者一齊火化或者安葬。我知道有啲顯教嘅人咧就話啦，唔得噶，荊皮有好多咒字喺裏邊，好神聖噶，你點可以將佢火化噶？哇，你點可以又將佢入土噶？點解要伴住個亡者？唔得，要拎起罪過罪過啊！你如果燒咗啲咒字咁樣，其實係冇呢件事噶，冇一本經話你走去燒嗰啲嘅咒字係有咩罪過嘅？嗰啲咒字燒佢即係進入靈界咁解，你一燒佢，佢就會進入靈界噶啦。那個咒字，同埋咧，因為我哋係要啟請佢做連結噶嘛，我哋咪做咗祈禱文，佢連結咗同你嗰個亡者話要被保護嘅咧，係連結咗，係一個保護罩嚟嘅。所以呢個保護罩，我哋係會將佢火化，連同個保護罩一齊跟住呢個亡者入靈界嚟到保護佢嘅。你就唔好咧拎起咗個保護罩劈埋一邊，一陣間又唔知道你點處理，咁你咁嗰個亡者嗰個保護罩係咪冇咗咯？咁你雖然話我已經幫佢做咗祈禱文融入咗落去啦，咁就算融你係幫佢做咗融入，我哋都仍然將佢係完整咁樣火化嚟進入靈界嚟繼續保護，係會更加好、更加圓滿啲嘅。咁所以咧，千祈唔好聽人講話唔燒得，所以就唔敢燒喎。呢一個咧喺我哋藏傳佛教裏邊咧，係所有嘅用火經過燒過嘅嘢都代表可以進入靈界咁解嘅。咁其實喺顯教都係一樣，不過佢哋唔識唔明呢個道理，就用翻佢哋自己嗰套嘅諗法，就話啲咒字嚟喎，燒唔燒得噶咁樣？咁咧於是就叫你哋唔好燒，其實係要火化燒嘅一齊。好啦，如果你話咁佢供奉咗一啲亡者嘅骨灰喺度，你骨灰使唔使都要用個荊皮包住嗰個骨灰瓶會好啲，然後先擺落個骨灰庵咧，咁係好啲嘅，係好啲嘅。所以咧，你係要。如果你想更加圓滿啲嚇，咁你就可以請多張嚟到包住。你話咁唔請得唔得㗎？如果你已經有一張火化燒落去，係可以嘅。兩者係你自己啲親人自己決定嘅。咁咧就你話我哋會唔會加多張被包住個骨灰嗰個瓶會更加好呢？咁我解釋下俾你聽，佢仍然雖然已經係變咗骨灰，所以其實在世間嘅連結咧，已經經過火燒嘅時候咧，係斷曬噶啦。咁不過咧，因為你仍然供奉緊佢，即係你嘅心意同埋你嘅嗰種精神嘅狀態，仍然係連結喺呢個骨灰裏邊嘅。既然係咁樣，你都供奉起佢咯，你梗係以最佳嘅保護俾佢啦。你唔係殺落海喎，你依家係咪？咁所以你係擺咗落骨灰庵喎，骨灰瓶裏邊喎，你又成日去拜嘅喎。咁為咗要有更好嘅保護，我哋就要再包多次。你話唔係啊？我殺咗落去嗰啲紀念花園或者落海喎，咁就唔需要啦。咁就唔需要啦，因為你個精神力量冇連結到嗰度嘅，你亦都冇去拜去拜嘅，咁所以咧唔使加呢張被都得嘅。好啦，咁樣我哋而家又要就睇下啦。我哋話如果要幫助面對死亡嘅親友嘅時候，就要提供保護啊。咁樣我哋仲有啲咩方法幫佢啊？第二個就係叫提供助念或者助修。咦，有咩唔同啊？助念同助修究竟有咩唔同呢？助念就係你念任何嘅佛號或者佛咒都得嘅嚟幫佢。但係如果呢個亡者佢根本就唔信佛教，或者佢甚至抗拒佛教嘅話咧，你就唔適宜用助念嘅方式啦。點解呢？亡者就喺度，你就喺佢隔離嗰度，係咁念呢一個佛號。佢聽到嘅時候會好煩厭嘅，就會情緒激動。你知咧，啱啱死亡嘅眾生咧，其實係佢哋投生嘅關鍵期嚟嘅。
萬一佢嘅情緒過於激動咧，佢會投身到去啲唔好嘅地方嘅。佢會將佢善惡業組合裏面啲惡業引領出嚟嘅，因為係由嗰啲情緒意念所引領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講任何一個亡者，你同佢幾仇口深，都記住要捉啲積啲口德，只可以講好嘅説話，任何唔好嘅説話唔講。你就算想幫佢，都要有智慧去幫，唔可以用你自己嘅意願嚟幫。嗱，咁咧，如果你發覺呢個亡者咧，原來係信其他教嘅，佢信基督教或者信其他教，一聽見佛號咧就發猛整嘅時候咧，鬧你嘅時候，或者甚至佢生前捧過佛，嗱，我唔中意聽呢啲嘢噶咁，咁咧你就要喺佢臨終之前就問定佢，我想揾人嚟助念念啲佛號幫你，你願唔願意接受？你都要問一次。佢話我唔願意，嗱，佢如果話唔願意咧，你就唔好俾助念嘅人嚟幫佢助念。如果唔係，引起佢嘅反感咧，你就反而害咗佢。呢一個咧係你哋要記住嘅。咁啦，好啦，咁死啦，咁我點幫佢啊？啊，助念又唔俾，咁你就得翻一個方法叫助修啦。嗱，因為助念嘅功能主要喺邊度嘅咧，就係用音聲嚟向諸佛菩薩求助啊嘛。但我以前都講過啦，就係話由於你同諸佛菩薩距離好遠噶嘛，如果你用淨係用音聲嚟幫嚟求助。咁就需要做到一心不亂、心不顛倒，約一日至約七日，你先至有機會聯絡到個佛菩薩，咁先至嚟救佢啫。否則你就只係會聯絡到附近嗰啲靈界嘅義工嚟幫佢嘅啫，效果會相差好遠嘅。咁所以喺效果上就會變成速度又慢、失敗率又高、救助嘅程度又低啦。咁所以呢，如果個亡者係生前，如果佢已經熟習咗呢啲佛號或者咒語，或者你唔係念佛號念咒啊，咁呢你都會因為呢啲音聲嘅協助呢，令到個亡者覺得我係被支援嘅，我係被保護嘅，有人呢有好多人關心我嘅嚟幫我嘅，咁佢就會個情緒上呢就定好多啦，冇咁慌亂啦，咁對個亡者嚟講係有好處嘅。例如個亡者嗰個嘅佢個遺體會因為咁樣有個定力嘅協助咧，佢會放鬆到，你就會發覺冇咁僵硬嘅。咁所以你會見到有啲人用助念嘅方式，確係幫到一啲人。但係嗰個問題係係咪個個都得咧？用呢個方法一定要視乎嗰個亡者有冇抗拒呢啲咒語或者呢啲嘅佛號。咁有啲咧係收密宗噶嘛，咁個亡者走嘅時候，你梗係用翻收密宗嘅方法幫佢。咁究竟係用助念好啊，定用助修好咧？咁就視乎嗰個亡者收到咩程度啦。你亦都要事先同佢夾啦。你就同佢，你要喺佢嘅生前仲未過身之前，你就話啦：嗱，如果你真係走咧，好想幫你，你最想我哋念邊一條咒？你係最中意，你係最感應到噶。佢話觀音咒，咁你咪念觀音咒咯。啊，咁你就或者佢話釋尊咒，咁你咪念釋尊咒咯。你一定要同個亡者夾嘅，你唔可以咧個亡者中意念觀音咒，你又喺隔離念緊佛號，於是兩個聲浪咧就喺度撞嚟撞去。咁嗰個亡者咧就冇辦法專一去念佢最中意嘅嗰個咒，佢咪好猛咯，話你係咁樣擾亂我，喂！我念嗰啲最中意嘅，你又唔俾我念，嘈住曬，咁佢會發猛整嘅。一發猛整，情緒一激動咧，就會出事噶啦。佢會連結，即係個影響咗個善惡業組合，引咗啲惡業出嚟，佢就大件事噶啦。所以你一定要及噶呢啲嘢。咁咧有乜嘢係我唔事先問佢都得嘅咧？只有助修。點解助修？通常我講過啦，我上次都講過。你係助修咧，就要喺啲磁，因為涉及觀想啊，你一定要去啲磁場好嘅地方，例如喺佛堂啦，佛堂嘅磁場最好噶啦，係咪？有曬啲成個布壇360度喺曬度，你嗰啲上司又經常喺呢度修法，嗰度又清淨不斷咁成日清淨個磁場嘅。如果嗰個佛堂有眾戒嘅，有布薩嘅，即係法會嘅，即係有眾朗眾戒律，又有呢一個懺悔，嗰、那個磁場仲清淨，因為你次次朗诵戒律同忏悔都要请晒啲诸佛菩萨成个坛城咁落嚟做见证，佢哋会帮我哋加持清净嗰个坛场啊嘛。哇！你真系个个月都做到足嘅，你嗰个佛堂咁，佢嗰个磁场咪会清净咯。咁于是你喺嗰度修嗰、那个效力先至大噶嘛，干扰先至少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助修就唔会喺个医院，又唔会喺嗰个坟场，亦都唔会响殡仪馆嗰度修嘅原因咧，
就會是因為要揀磁場來收，那才是最好的。那所以通常如果去殯儀館啊、醫院啊、墳場那些，只會是念佛號，還助念或者念咒而已。但是助收呢，我們就要揀磁場了。那好了，那如果我們要做這些觀賞的時候，要做些什麼觀賞啊？那我們就要幫那個亡者呢做一個觀賞，將它由一些危險的地方，我們會將它拔出來的。根據然後根據它的善惡二業組合的善業是幾多，然後又帶領它們去對它們最有利的地方來到投生。咁有啲呢其實唔可以即刻投生嘅。咁點呢，唔夠福德嘅時候，如果你亂咁投生隔硬嚟嘅時候，譬如我想去天界，我又唔夠分。但係如果你叫我去畜生道呢，我夠分，咁我冇理由去畜生道。咁就點呀，就請咗諸佛菩薩幫佢哋去一個啲中陰暫存區嗰度暫時寄居，保護力好強嘅地方嘅，冇咁容易俾啲怨憎債主追到嘅地方保護住，咁佢咪儲功德囉。咁儲下儲到夠嗰陣時先至啊！而家儲到夠啦，可以起碼做翻人或者天界啦，咁我先至去投生，咁咪好咯。咁所以因為咁咧，就一定要用助修先做到嘅，助念係做唔到呢啲功效嘅。咁好啦，助修嘅好處我哋再講下啦。由於助修最主力係用乜嘢啊？係用觀想嚟做嘅，所以嗰個能力係會快同埋大好多。佢仲有以下嘅特點嘅喎。第一，如果那個亡者是沒有宗教信仰，喂，我現在這個是信基督教的，你幫他助念不得，那助修為什麼又會得呢？因為助修是用觀想的，而且呢你就要看看做修這個法是修什麼法了。如果你是修文武百尊，超過一百位以上的佛菩薩，連他那些眷屬都不知道多到多少的那些救助，那個救助的連線網大到不得了的，你想要哪一個的佛菩薩的力來幫你都可以的，任何方位都可以的。那如果他是信基督教，他又想要找耶穌幫他，那他就會怎麼樣呢？如果懂修法，懂修這個法，又請得動一些諸佛菩薩的話，他會根據那個的眾生的心最信哪一個，他就驗哪一個樣子、你最信耶穌就驗耶穌的樣子出來帶他走咯，就不會驗另外一個俾佢見到喺度發猛整，哇！由開始見到就即刻掉頭走嗰啲，唔會現呢啲樣子出嚟嘅。呢一啲咧就一定係要諸佛菩薩先做到嘅。咁但係當我哋修呢個法嘅時候咧，你一定係要嗰個網絡夠大，即係要文武百尊個網絡先大噶嘛。你一定係要呢啲法先得。如果你求單一嘅佛菩薩咧，個網絡冇咁強大嘅，個方位唔夠360度。磁場不夠覆蓋得夠多，那就會爭很多的了。所以呢，如果你是修文武百尊的修法呢，其實你是可以告訴那個修法者聽，譬如你是請某某上司，你又知道他懂修這個法的時候，或者你現在參加法會了，那我們告訴明給你聽，我現在是修文武百尊的法的，那你現在想幫我親友，你又明知他是信基督教或者其他教的，咁你就要坐喺个座位度做祈祷啦。你就话启请呢一个文武百尊，而家我想帮嘅呢个亡者乜乜名，你要噏佢个名出嚟先得嘅，你唔可以唔噏名啊。咁你噏佢个名出嚟，佢咧就是信基督教嘅。请你帮佢嘅时候，你因应佢嘅心色，最喜欢见到边个样，你就验边个样嚟带佢走去投生最好嘅地方啦。咁你就做一个咁嘅祈祷就得噶。点解？因为你要话俾。最好你講啊！你唔講咧，咁其實我哋做修法嘅咧，都會請啲諸佛菩薩喎，甚至我哋做觀想嘅時候都會嘅，係要用多一個步驟嗱。咁呢個步驟難度高好多噶啦，就要因應嗰個眾生嘅心識，佢最信仰、最喜歡嘅形嗰個顯像係乜嘢，我哋就用嗰個顯像嚟帶佢走救佢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仲親自都講下添，咁啊仲加好啦，更加清晰個目標。所以呢個咧就要提醒你哋要記得做嘅。嗱，做助修先至可以做到呢樣嘢，而做助修咧一定要做到文武百尊呢個網絡咁大嘅，先有呢個步驟做到嘅。第二，如果個亡者有宗教信仰嘅，嗱冇宗教信仰，我咪現一個佢最信嘅，佢最信。
邊一個人啊？佢最信佢已經過咗身嘅阿爺啊，佢阿爺嚟見到佢，佢就咩都話好噶啦，咁樣咪怨佢阿爺個樣咯。但如果佢有宗教信仰，就怨咩？哎呀，佢啊最中意耶穌，咁咪怨耶穌個樣咯。即係根據佢對宗教嘅嗰個信仰嘅影像嚟做嘅。咁所以咧，有宗教信仰，我哋就會咁做啦。好啦，咁如果嗰個亡者係自殺嘅，或者慘死咧，俾人謀殺嘅，死得好慘嘅，或者呢一個亡者佢喺情緒極度低落之中去世嘅，咁我哋又點救佢啊？咁嗱，咁咧就要用觀想嘅能力，將嗰個亡者先抽離最差嘅負性磁場嗰度先。所以佢自殺嘅現場咧，或者佢死嘅現場，就係佢最差嘅負能量、最唔好嘅地方。你一定要帶佢離開嗰個地方，先至修法會成功嘅。你仲停留喺嗰個地方嗰度幫佢修法嘅話咧，佢聽唔入耳嘅，所有你帶佢走，佢都唔肯走嘅。你又點啊？你直頭要用觀想嘅力掹佢走，因為有啲根本就困咗喺裏邊，都唔識得走出嚟。佢走唔到噶，佢好似有埲牆隔住佢咁噶。佢硬係就係覺得情緒低落，佢除咗識喊啊，識到發曬狂咁樣亂做嘢之外啊，佢跟住自殺又會自殺完又再自殺。所以你會發覺，如果你喺網站會見到有啲唔係佛教啊，其他宗教嗰啲專係即係幫嗰啲靈者做輔助啊，嗰啲有啲人有嗰個我哋叫鬼眼嚇，佢睇到嗰啲嘅現場，佢哋有啲又照直，就算外國人都係咁講嘅，有啲話。點解我見到嗰個自殺嗰個人跳落嚟，跟住行上去又再跳過，跳幾十次都繼續跳嘅？點解咁樣？嘅原因咪就係因為佢困咗喺嗰度，佢個程式咧不斷好似斷咗線咁不斷重複嘅，跟住咧佢個磁場又困住佢，佢淨係識得跳完又再起身再跳過，好辛苦死咗，又再受完嗰隻苦之後，佢又會醒翻，跟住又再跳過。呢、這個就係嗰個負性磁場嘅困擾啦。所以咧，如果遇著呢啲咧，你就又係要收嗰個文武百專好網絡強大嘅先做到嘅，普通啲嘅超度法其實都做唔到嘅。咁就要點啊？掹佢出呢個磁場，跟住要用成個網絡嚟到去因應佢個心識嚟顯現佢最信任嘅影像，咁嚟帶佢走，俾安慰佢，俾指導佢，帶佢最安全嘅地方。咁咧，但係你哋亦都要注意一樣嘢啊！我已經講咗，唔係普通嘅超度法可以做到呢啲嘅。就算做文武百專嘅超度法，佢個儀軌咧好深好長噶，好多個步驟嘅，要做足所有嘅保護法嗰、那個嗰、那個修呢個法嘅上司先至做足曬呢啲保護法之後至可以修。而修嘅時候要好多個步驟，又要跟足曬，全部連結曬嗰啲本尊。絕對安全，裏面很深層的，咁我當然不會在呢度講啦。咁先至可以開始去做觀想，幫個亡者的你想下，一個咁即係一個咁嚴謹嘅法，先至可以做到呢些效果。如果一啲普通的超度法好，係咁念下佛號啊，做少少觀想嗰啲咧，係做唔到嘅。尤其是對於嗰啲慘死啊、自殺啊、情緒極度低落、死亡嗰啲，佢嗰個負能量太過強大嘅時候咧。更加不可以用一些普通的超度法去做的，如果你硬做，修法的那個人會出事，所以是不可以亂做的，不可以的。那呢就有由於助念和助修兩者有很大差別，所以我們要根據當時的環境情況和亡者的意向作一些適當的死後協助的。無論是助念或者助修，都必須要尋找心性良好的人來協助，否則效果會相反的。我講過啦，心性是決定了一切的，亡者的心性要好，修法的人要心性好，兩者夾到了，這樣才會幫到的。如果你是助修，你就要找一個懂得正確修法的人助修，即是說他有做了保護罩，他有做了所有要做的那些保護程序，跟著他跟足個儀軌，做了所有最深層的那些連結，才可以做這些助修的。那就最好能夠使用文武百專的修法來做助修，因為他的覆蓋率是360度沒有遺漏的。助修必須要選擇最好的磁場來修。好啦，如果你係助念咧，你就一定要確定個亡者念佢都係會念呢啲咒或者佛號。如果助念一啲同亡者相反嘅音聲咧，係會擾亂佢嘅定力嘅。如果亡者係自己自行修法嘅話，
你太大声嘅助念或者太近佢个遗体嚟到做助念嘅话，就会造成混乱。所以要事前同个亡者有个协定嘅安排先。如果亂咁做，會令到個亡者冇辦法集中精神修佢自己嘅法嘅，所以我哋要做助修噶啦。做助修嘅時候咧，就協助到一個亡者嘅精神可以集中啦。以上呢啲情況只係適合做助修嘅啫。所以助修嘅好處就係話，即使你助修嘅觀想程式同個亡者所修嘅法唔同，都唔會造成干擾嘅。例如你咧就修文武百尊嘅嗰個修法。那亡者就不懂这个修的，他只是修一个很简单的本尊法的啫。但是我们修这个的文武百尊的法是一定配到他的，因为超过100个的佛菩萨一定有一个跟他相同的，是连结到的，一定衔接到的。而且那个保护罩主要是为了保护他，令到他不会受干扰，令到他那个磁场最好，所以是不会跟他相撞的。咁就等於咩呢？等於有幾條救命嘅繩索拉住個亡者，唔好跌落危險嘅地方咁解，唔係靠佢自己單一嘅力嘅。如果大家都係同一向上拉嘅，咁就即係唔會造成相反嘅方向啦，所以係唔會干擾嘅亡者，反而係一種協助。亦都因為助修最好係用文武百尊嘅修法，因為佢已經包含咗全方位嘅佛菩薩喺裏面。無論你修的是什麼的本尊或者佛菩薩的修法，你一定是能夠跟文武百尊的修法銜接的，就不會造成任何的干擾或者相反的情況了。我們現在給你看看什麼叫文武百尊。42位直正尊，就是說他的樣子很慈祥的，尊是要來帶引你去投生去最好的地方，或者去最安全的地方，暫時停留在這裡儲功德，儲夠先投生都得。58位憤怒尊咧，就係個樣好惡嘅。咁你話點解咁惡噶？頭先講咗啦，佢咪就係為咗幫你即係驅趕或者嚇走嗰啲嘅怨親債主咯。咁仲有係有咩噶？一陣間咧，我哋會傳個嗰個文武百尊嘅供燈儀軌俾你嘅。裏邊你會跟住我哋念一個佛號嘅時候，你會發覺哇！咁惡嘅，連個名字都惡過人嘅喎。你仲有點解有好多係念個畜生個？個名嘅話，佢個頭係有呢個畜生頭，咁就係為咗要嚟幫嗰啲嘅亡者咧。因為我哋喺我哋嘅身裏邊有好多脈結嘅。咩叫脈結啊？就係我哋嗰啲氣脈交匯處嗰個就叫脈結嘅交匯點，就叫脈結。呢啲脈結咧，好多時就係會有陣時夾咗啲唔好嘅嘢喺度，就成為我哋死嘅時候咧跌落去某啲唔好嘅道裏邊嘅一個入口嘅。你知啦，我哋有咁多個惡業，以前多生多世做過，我都唔知道有幾多噶嘛。我啲善業夠唔夠去拆解咧，我都唔知嘅。咁我自己又冇乜修行咯，咁樣我點樣可以封咗呢啲會拉我落去又畜生道又咩道嘅嗰啲嘅入口咧？咁就要靠一陣間教你個觀想，我哋幫你做呢個連結，就會將呢啲入口咧連結曬嗰啲嘅。文武百尊，咁佢哋咧就會守住曬呢啲嘅，即係幫你做咗連結之後，就會幫你封咗嗰啲嘅入口，守住曬嗰啲入口。咁你咪唔會喺死嘅時候跌咗落去咯。咁呢一個，所以咧，你念嗰啲名嘅時候，記住，千祈唔好起咗一個心，哇！呢個名咁惡嘅，我唔念啦。你唔好咁諗，佢係幫你封住你一啲唔好嘅嗰個身體裏邊嘅一啲嘅脈結。會拉你去投生唔好地方嘅嗰啲入口嚟嘅，你要禮敬，覺得啊，我念佢就即係佢咧。譬如我話啊，呢、這個叫獅頭憤怒母，咁即係話咧，佢係專係守住個獅子道嗰類嘅畜生道嘅入口嚟噶啦。即係話咧，我一見到佢我就認住，哦呢度唔行得，呢一度已經係被封噶啦，唔可以行啦。咁就咁樣認，哦呢個咧就係去獅子嘅畜生道噶啦，類似獅子嗰啲畜生道都喺嗰度入噶啦。你就係咁嘅，所以咧就唔好驚咗呢啲佛菩薩嘅名。咁我哋睇下直正尊咯。哇！佢涵蓋好多嘅喎，例如釋迦牟尼佛嘅法身都喺埋度嘅喎，毗盧遮拿佛咪佢嘅法身嘅，咁即係話無論法身即係冇物質結構嘅地方，以至到咧結構密啲嘅地方嘅佛都有嘅，即係話佢涵蓋法界以至三界嘅，即係嗰個幅度好廣嘅。跟住你又見到觀世音菩薩，你睇下啲紅字就知啦，無量光佛。
無量光佛咪即係阿彌陀佛嘅法身咯。哦，阿彌陀佛又喺度喎，觀音又喺度喎，彌勒菩薩又喺度喎，地藏菩薩都喺度喎，文殊菩薩又喺度喎。跟住你見到能人，能人知道咩啊？能人就即係釋迦牟尼佛。哇，原來喺六道裏邊，無論係天、非天，或者畜人道、畜生道、惡鬼道、地獄道嘅釋迦牟尼佛，都會喺度化身喺度幫我哋喎。咁所以你會發覺，哇！原來真係全覆蓋嘅，所以文武百尊點解專係要嚟去救助啲亡者咧？嘅原因就喺呢度啦。好啦，仲佢因為佢係360度無缺，冇任何嘅磁場嘅遺留嘅。仲有佢係代表三時：過去、現在、未來五個方位，五方佛嘅方位嘅佛父母都喺度幫你，正負能量嘅磁場都喺度。無論是化身報身都在埋度，化身佛咧係冇雙身噶，即係冇佛父佛母冇陰陽啊，係得化身同報身至有噶。咁咧就係界別法界以至六道都有。嗰、那個狀態咧就係無論直正尊以至憤怒尊保護嘅動態嘅又有，直正就係加持嘅靜態嘅又有，顯現嘅佢係可以由化身以至到法身。佢都會有一個感受或者感覺或者顯現俾你嘅，所以文武百尊救度嘅效能並唔係一般單一嘅單尊佛菩薩可以相比，因為文武百尊係三界裏面最專業同埋最強勁嘅救助隊伍，因此呢個法要咧係超度法之最，冇任何嘅超度法能夠及得上佢，就係呢個文武百尊法啦。嗱，咁咧呢一個係分開嘅。你如果用湯匙，佢可以分開兩個，但係我哋嗰個咧係合一嘅。係啊，下晝法王送俾我哋嘅，係將42位直正尊同58位憤怒尊合一嘅。好啦，如果要補足已經逝世嘅親友不足嘅功德嘅話咧，最佳嘅方法其實就係用文武百尊嘅助修啦。文武百尊的助修適用於即將逝世或者已經逝世很久的親友，為什麼呢？因為即使他們已經投了生，或者仍然停留在等待投生的階段，都需要大量的功德和保護的。如果你是已經投生，你是可以協助他們增加福德智慧。如果他們所投生的環境是很差的，例如他落了畜生道啊、惡鬼道啊這樣，那文武百尊的助修就可以協助他們積量大量的功德。當那些功德足夠的時候，他就會可以脫離那個道而投生去其他的道了。如果不是很難出的，如果不是文武百尊幫是出不到的，很難要投很多幾多百劫的胎都是投回去那道的。如果他們是仍然是在等待投生的，你的親友，那文武百尊的助修就可以協助到他們，引發到他們的善惡二業組合裏面的善業，而加以補足，不夠那些加到夠，令到他們可以直接投生去更加好的地方，那就不會下墮投生去惡劣的地方咯。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死了之後呢，根據經講呢，是有七七49日之後就要投生了。問題是這七七49日是用人間的時間計算，天界的時間計算，還是地獄的時間計算呢？我可以告訴你，它不是全部都用人間的時間計算的。如果你那個亡者是人類的，頭那一半，即是七七49日，頭那一半就是用人間的時間計算，即是看看你是什麼道。但是如果你將會根據你的善惡業組合呢，就會投生去地獄道。咁譬如係咁啊，哇！你知唔知地獄道真係佢嘅一日就等於我哋嘅人間都唔知講幾多千萬年嘅。咁咧，你如果係咁計嘅話咧，你後半橛嘅嗰個嘅七七49日咧，就好長噶咯喎。咁你嗰個親友可能就會停留咗喺一個叫做中陰暫存居，中陰即係過渡期咁解，即係在一個過渡期裏面的一個暫存區裏面停留了在那裡，就在那裡等了。如果他福德不夠呢，那他就會在那個暫存區那裡呢，可能就會飢寒交迫啊，有排在那裡餓啊，那即是類似好像在惡鬼道那裡是這樣等。等到之後呢，就慢慢進入惡鬼道的深層呢，就會並蹦跌落個地獄道。那呢就會經歷很長的時間的。咁咧，我哋於是就要點啊？想辦法要救佢啦。所以如果佢係要投生惡鬼道或者地獄道或者天道啲時間，都係比人間嘅時間長好多嘅。咁就全部要喺度等嘅。
所以那些親人有陣時咪會好長時間都仍然夢到自己的親人嘅，明明他都死了30年噶咯，好多年，點解我仲會夢到他嘅咁？咁你就要留意個夢境啦。嗱，如果那個夢境不是日常生活以前你跟他一起傾偈啊嗰啲嘅日常生活的情況，而是其他情況咧，你就要小心啦。咁就代表了並不是日思夜想。而是有機會因為因緣和合的關係，你連結到他那個的頻率，於是你見到他，因為你都會有時掛住他，他又掛住你的嘛。終於連到線了，你又沒什麼干擾，他又沒什麼干擾之下，連到線，你就夢到他了。所以你就要知道，如果這樣的話，而你又在夢中見到他的環境不是很好的話，那你就要想辦法幫他了。所以如果你見到逝去的親友的環境不是幾好，即是親友更加需要想辦法協助他們累積功德，以便他們可以投生去更好的地方。你可能呢初初夢到他都好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過了10年8年之後又夢到他不是幾好，你就可能很奇怪，哇，明明好像夢他都見到他不知道投生了做人的了。咁你唔好忘記喎，你做人都有三衰六旺啦。你有時都哇頭嗰十年風生水起，哇後嗰十年窮到唔知要喺街邊乞都有啦，係咪？佢哋嘅命運都一樣嘅。啲福報用到咁上下冇咧，佢就真係又出事啦。咁佢就會可能求助於你，於是你又夢到佢啦。所以並唔係話我初初夢到佢好好，所以我後屘都冇乜做呢啲功德俾佢啦。乜點解而家又夢到佢唔好嘅咁？係咪以前嗰個唔靈咧咁樣？不是这解，是福报用得差不多了。所以其实我们呢是不可以停止为亲友已经逝去的亲友种福德，当然为自己都要了，是不是？好了，这种协助我们要直至到你有亲人甚至有朋友梦到你已经逝去的亲友呢，啊，已经投生去一个好地方，啊，非常好，我见到他哇，紅光滿面都唔知幾精神，哇，又開心又快樂個樣，著啲衫又靚，都冇事啦。咁你就會鬆懈啦，係咪？繼續唔做。但其實咧，我哋都建議你仍然做嘅，尤其大節日裏邊，咪好似清明啊、盂蘭啊呢啲大節日咧，你仍然係要為逝去嘅親友種功德嘅，因為功德越多，對佢哋越好。好啦，咁你話啦，除咗保護同助念助修，仲有乜嘢可以幫親友啊？就設立牌位啦。咁你可以令到逝去嘅親友有一個安身之所。你知啦，佢有時唔係一時三刻，就好似你咁計，哦，7/7=49日啦，我連尾七都做埋，唔使你咯咁樣啊嘛。佢後半截嗰啲時間唔係用人間計啊嘛，你啊當功德圓滿，乜都唔理啦，佢仲有排等嘅喎，可能。咁於是咧，你一定要俾個安生之所俾佢，如果唔係佢會漂泊流離嘅，因為佢冇一個太過實質嘅物質身嘅時候咧，佢有個福報唔夠咧，佢就會漂泊噶啦。咁我佢咧就要等啲福報積夠先投生到嘅。咁所以我哋要有一個牌位俾佢，而設立個牌位咧，又要必須具備好重要嘅一個叫做位置。你究竟安佢喺邊度咧？呢個係好決定性啊！冇亂安佢啊個牌位。咁就要具備以下幾個條件。第一個，這個安奉佢牌位嘅地方，有佛法講嘅，嗰啲佛法仲係正確嘅佛法嘅，咁就好啦。咁咧，因為根據佛經記載咧，法供養係好重要嘅。咁你要供養到啲諸佛菩薩，你先有功德種嘅。唔係，喂，你話而家坐喺度等積聚功德，你點積啫？係咪？咁法供養有分乜嘢啊？分聞思修噶嘛。嗱，起碼佢都聽聞到佛法，都係法供養之一啦。佢會唔會思考，會唔會修呢，這個我哋冇辦法肯定啦，係咪？但係起碼都俾佢聽聞啦。咁咧就可以令到個亡者個心性上升，對亡者係好有用，又可以積功德，又可以令到佢心性上升。但係你話唔係喎，我嗰個亡者佢信其他教，佢都唔信佛教，佢唔聽佛法㗎，佢一聽見就揞耳仔嘅。咁你又放心喎，佢可以選擇唔聽喎，即係等於你可以選擇唔開個電視，唔睇嗰個頻道都得㗎嘛。咁你佢可以選擇唔聽，咁你點樣令佢得益啊？咁你講完經之後會有做回向㗎嘛？我唔知第二啲道場啊，我哋咧每次講完佛法就會做法會，法會完之後咧，你就會見到個司儀咧係咁讀啲人名回向嘅。裏邊咧除咗係包括你嗰一次法會所有眾有眾功德嗰啲嘅眾生嗰啲，我哋幫佢去念個名嚟做回向咧，
在你有个牌位在我哋敦煮佛学会嗰啲咧，无论佢系有摆喺嗰个长生嘅位啊，抑或系喺嗰个莲座嘅位咧，我哋都一样有念回向啊。咁念完回向有咩用啊？咪就系将呢啲广受佛法嘅功德俾佢咯。喺佛经里边仲讲啊，佢话如果嗰个讲佛法嗰个人系讲空性嘅，咁啊佢话嗰个功德就最大啦。佢话因为凡系识讲空性嘅嗰啲人嘅功德好大嘅，所以咧积聚帮你哋积聚功德咧，亦都会最好嘅。咁所以我哋都会将呢啲功德回向俾佢哋嘅，即系佢唔听佛法，你都要回向功德俾佢，唔可以话佢都唔听啦，唔好理佢咯咁样。咁咧，所以呢一个咧就系我哋要留意嘅。第二，呢啲牌位一定要有助修嘅修法，最好佢嗰个道场系修文武百尊就更好。就算佢系念佛号都系好嘅，好过冇啊嘛。咁都系要有呢一个嘅助修又好，助念又好，但系最好系助修，因为助修系观想先直接帮到个亡者。第三咧就系呢个道场最好点咧，有啲法会，而呢啲法会最好系有烟供、有供灯。仲有眾戒懺悔等等法會舉行，點解咧？煙供咧係一定要有嘅，點解？因為咧佢有温飽啊！你知唔知佢哋喺靈界嗰啲，就算佛菩薩都係聞煙嘅，佢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咧，用食飯嚟到增加我哋嘅能量，佢係用聞嘅喎。所以你如果做煙供，就會令到你佢哋能夠飽啦。你話係咪咁裝住香一支就夠啦，或者三支啦咁樣？我哋係要點啊？做煙供個煙供裏邊係要加好多嘢落去嘅，你知唔知我哋每次做煙供咧，唔係淨係要修法做觀想，幫佢做連結嘅，嗰啲煙裏邊要加金露丸啦，又要加檀香木啦，加嗰啲粉又要係特別嘅粉咧，係涵蓋好多嘅種類嘅先得嘅，所以咧咁樣就可以先令到唔同種類嘅靈界嘅眾生，以至到可以上供諸佛菩薩都得嘅，又可以幫接受呢啲嘅供養嘅眾生積到功德，因為呢啲煙係供埋俾諸佛菩薩都得噶嘛。咁於是先幫到嗰啲嘅眾生嘅。咁所以咧，要煙供咧就唔係怎裝住香嘅，佢係要做修法觀想，加好多嘢落去嘅。好啦，供燈嘅功德是什么呢？根据佛经据记载，功德很广大的，令到他们得到光明和有机会投生去天界，因为天界全部都是光明构造的，你不供回相应的那个因缘，即是你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瓜不会得豆的嘛，那你为了要投生去天界，你当然要先种有光明的一种连结的功德，那就是供德。根據佛經講就講到明係咁噶啦，咁所以咪要供燈咯。所以你哋所有每次嚟參加煙供又好，你參加清明法會又好，修文武百尊又好，一定會有一盞燈咧，係幫你去做嘅。仲有一個牌位去幫你去做一個連結積聚功德，幫佢落保護罩嘅。嘅原因就係你一定要做足眾戒懺悔嘅意思，即係話會快速減輕你嘅惡業。同埋障礙，你知咧，佢哋投生唔到，要等咁耐，儲極啲功德啊，慢到死啊！點解儲極都未有嘅咧？咁咪就係因為你用嘅方法太慢咯。咁所以我哋為咗要減，咁你淨係儲功德就夠啦。咁佢有好多惡業咧，你唔清除佢，佢都喺度阻住你嘅喎，你都係投生得唔好嘅喎。咁啊點啊？咁我哋咪一定要嗰個道場有咩眾戒，有懺悔，咁先至可以幫到佢哋。盡快清除惡業和業障的，那就才可以投生去更好的地方咯。所以這個就是以上我們介紹的幾種方法。如果你說，哎呀，我只是做了直播，我今天呢，如果只是做直播，那個供燈儀軌就不會傳給你，傳到去那個讚頌就要停的了，之後後面那些觀想你是沒有了的，不會幫你協助你做連結那個文武百尊的。至於你話嗰個頭先傳嗰兩個祈禱文咧，關於精疲嘅啟動同埋幫呢個融入去嗰個亡者身體嘅嗰個咧，嗰個祈禱文咧，我哋係會喺法會之後用電郵俾翻嗰啲直播嘅信眾。但係咧，即係你話，哎呀，咁我呢一個套片會唔會擺上 YouTube？ 係會嘅。因為咁就可以知，等佢哋識得運用精疲點幫佢哋。咁咧，佢哋。
頭先咪我咪請阿野上師讀一次，你哋跟住念嘅。所以喺 YouTube 嘅上面睇呢套片嘅朋友都可以跟住咁念，咁佢哋都等於傳咗俾佢噶啦呢個祈禱文。但係個咒咧就冇啦。咁你如果冇，我唔識嗰個咒喎，咁你咪第嚟參加個法會，咪傳俾你咯。咁你話我冇嗰個咒，淨係念祈禱文得唔得？都得㗎，因為嗰個有個願力喺度，同埋有個誓願喺度㗎，一樣啊。不過有埋個咒嚟到做咗連結，先做念呢個祈禱文就會更加圓滿，即係更加好咁解。咁啊，梗係最好啦，梗係等以示尊敬啊嘛。你全部連結曬佢哋100個嘅佛菩薩嘅核心振頻，梗係好啲啦。咁呢個就要等咩啊？8月11日。我哋就會有一個魚腩嘅，又都會收翻中英文武百尊嘅嗰個法嘅。咁你到時嚟學翻咯。咁你哋話嗰啲，如果話我連結咗啦個保護罩，但我又犯咗戒喎，我會唔會斷咗個保護罩咁穿住個窿喎？咁你咪又再嚟參加過，再幫你連結過咯。我哋每次都係咁樣幫嗰啲信眾由頭連結過嘅。咁咧亦都會由頭再同佢做一次文武百尊嘅供燈儀軌，等佢可以積聚多啲功德。因為供燈仲跟住成個儀軌嚟收，專門仲係供俾文武百尊，咁個功德先大噶嘛。咁所以咧，梗係參加多啲好啲啦。第二隻文武百尊總咒又會再傳俾你啦。所以有好多我知道好多嘅信眾咧，佢哋就唔嚟參加嘅，佢淨係做排位就。供燈佢就唔嚟參加，咁我就覺得佢最好參加咯。直接參加係唔同啲嘅，點解？因為咧，我哋會再正式傳個個啟動文武百尊嘅經彼加持祈禱文俾佢啦。我哋亦都會祈請文武百尊融入亡者身中嘅加持祈禱嘅保護祈禱文，會傳俾佢啦。仲有我哋會協助佢連結文武百尊嘅加持嘅觀想啦，就幫佢封咗佢嗰個身體裏邊嗰啲惡業嘅嗰、那個。那個墨結啊，幫佢封咗佢，等佢啲惡業唔好出得咁緊要，擾亂得佢咁緊要，跟住咧第日走嗰陣又唔會跌咗落去喺嗰度入咗去啲唔好嘅惡道嗰度。咁所以咧呢一個連結文武百尊加持嘅呢個觀想係對佢哋好有用嘅。咁咧希望佢哋參加啦。咁然後喺8月4日，8月4日會有個係因為四聖日之三嚟嘅。是一個很殊勝的日子，做任何事都功德增加1000万倍。所以我們在那天會特別舉行一個皈依儀式。如果你們未皈依而又想皈依，你知道所有的修行你靠人家，當然最好靠自己了，靠自己是最好的嘛。觀音都說求人不如求己嘛，那你為什麼不學修行，搞到天天都要去求人呢？那你就學修行咯。那你就可以怎樣？你可以去敦珠佛學會那裡索取索取這個入會的申請表格和皈依的申請表格，或者在網站上面 download 下載。在那個網站上面的左手邊有一個叫入會皈依的掣，你按一按它就會看到你要面試的7套片。這些面試是一個很簡單的開卷式的口試，問你一些簡單的問題，你甚至可以帶筆記來打開來看著答都可以的。是一個只不過是想了解清楚你其實有沒有看一些 YouTube 的影片，你對佛法有沒有多少認識，你會不會其實是只不過是迷信啊，想來求一下加持啊，這樣你是不是真的都想去修行來幫自己的，這樣我們只是想了解這樣而已。所以你不需要那麼害怕，考試就很害怕，其實呢就不是那麼嚴重的一個考試來的。當然就會告訴你，如果你來皈依有什麼規矩你要依，你願意依從就可以了。合格之後你就可以接受皈依了，你就可以開展你的修行咯。另外我們在5月12日都有個佛誕，那天是剛剛佛誕正日，暨福德法堂樓上睿下之金剛上師圓寂22周年的紀念煙供法會來的。這個就是我樓上師，是我們的三個根本上師之一，那天都會有直播的。咁咧就皈依儀式就冇直播啦嚇，咁咧但係呢個係有直播嘅，咁就會講慈悲心與菩提心嘅灌修方法第18集，會講到高階嘅一啲覺受明，即係光明啦，無念就咩都冇諗到，點解會出現呢啲現象，有咩嘢要注意嘅講解啦。佛現大廣大嘅神通，點解都佛自己本身有生老病死嘅理據喺邊度啊？
有些人说观想须弥山上供诸佛菩萨，但是又未获得众生的答应，这种的观想是不是犯了偷渡戒呢？这种这样的理论错定啱的理据有什么，我们都会讲解的。咁我哋今日咧就讲解到呢一度，咁而家我哋就正式开始传嗰个嘅供灯仪轨俾你哋。